先生，请先生助我。殿下还是来了。先生，父王病逝，奸诈之人扰乱王室，倒行逆施，不遵从父王遗命辅助我，反而擅自立他人为王，晋国无道，鄙视威仪，以下犯上，请攻打我，请先生助我。 受可与你与诸王，希望你们能领悟大道。然，敌兵将近，请殿下速速撤退。再探。诺。殿下此去必惹得诸侯争斗，天下大乱。殿下三思啊。 先生，不必再劝我。你愿随我前往楚国，待学生复国之时，您便为太师。到那时，天下清平，再不需纷争。老旦恕难从命。难道先生要弃我不顾，反而协助乱臣贼子吗？天下莫柔弱于水。 而柔弱必胜刚强，我谁也不助。先生，意欲何为呀？辞官离朝。先生，请在。殿下。 已经杀到，再不走，可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冬州末年。 周王朝王子争权，景王死后，长子王子昭与帝王子猛兵戎相见，之后兵败，盗掠周朝典籍逃走。老子身为周朝守藏史官，受到牵连，被迫辞官，之后云游西去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 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也；有名，万物之母也。大人。 大人，王子争权，新王继位，然政法不通，诸侯纷争，还是大夫您早有预见，讨朕函谷关，守个清静。我算什么大夫啊？小小的官吏我都当不好啊，何谈大夫？您看啊。 你说，如今这天下的圣人都在何处啊？大人，黄土之上纷争不止，世人都谎称自己是圣人。然，放眼天下，大人，您才是真正的圣人啊！区区官令，何谈圣人呐？ 前辈就是函谷关了。您看啊，我让你们整顿官位风俗一事，您办的怎么样？
大人放心，小的已派校尉于峰前去巡查。啊，大人，众人都在议论，不知大人您的用意。前几日我官紫气东来，我料定有圣人到我函谷关来呀。圣人，林康啊，大人，那守藏室的老旦博览群书，僧道天机，藏而不露，高深莫测呀。听说此人已经辞去官职，云游四方。哎呀，不知本官可否有良缘跟他见上一面呢？大人，在下也没见过老旦，但只知可能是一个饱览群书之人，也并非有什么真才实学。诧异呀，罗伯的孔丘曾经向老旦问道，回去以后在学生面前对其赞不绝口啊，可见此人学识之高深之处啊。大人，这也是仅有传闻而已，世人并未见其有一字著述啊。所以啊，这正是我们这些欲知大道之人的遗憾之处啊。大人放心，在下若见到老丹，一定替大人向他讨来大道学问。另外，大人，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诺。走吧，过来。停，检查。站住！老头，站住！走吧。今日起，不准在任何地方摆放货摊，违者严惩不贷。这位军爷，官令大人不是说了吗？只要在规定范围内摆摊，没说不能摆啊。那是告示上这么说，我是奉林康大人口令，关内任何通道、任何街道不准摆放货摊。可我们在这关内摆摊卖货十几年了，那军爷您这一声令下，让我们收摊儿，那你还让我活不活了？大胆！你竟敢公然抗令，煽动众人闹事！来人！诺！货物没收，拿去充公。诺！哎呀！各位军爷，哎呀，不能啊，不能啊！这点东西可是我们一家老小活命的本钱呐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啊！拿下！哎呀，军爷！哎呀，军爷呀，军爷！乾坤朗朗，光天化日竟强抢百姓，是哪家之理啊？你这老头，少管闲事。我们官令大人有令，整肃民风，迎接圣人。天底下哪有给百姓带来灾祸的圣人？你家大人可是爱民的好官。废话，我家大人德行高雅，体恤百姓。好官，好官还抢百姓们的东西？住嘴！岂用你小儿插嘴？民以食为天，交易之中受益者众。你家大人既为爱民的好官，为何要如此驱赶呢？民之饥，以其上十岁之多是以饥，
得让人吃饱肚子有活路。是呀，你们又是凭何法令来罚没百姓财物啊？是啊，说得好啊，顺应民意，这才为老百姓着想啊。这老头竟然给我绕圈子，待我向大人禀明之后再与你计较。走。跟上，快点，跟上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快什么快？跟上，这些押解的女子身犯何罪啊？老张是刚进关的吧？这是官府的新法令，伶人歌妓呀，不得在关内唱演外朝琴曲。据说他们女子呢是秦地来的，今天呢要租出城去了。人不轨，通通当斩！把我们赶到荒野不毛之地，便是害我们的性命了，还用得着君爷的剑吗？你这泼妇，看来大限已到！这是哪儿来的狂野女子？敢与大王为聚宗抗令，来啊，统统绑了，推出城去，斩！诺。你为何要将我姐妹赶尽杀绝？先生，快救救他们吧！如此出关，必然送命啊！他们屠杀无辜百姓，定遭天谴。走。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报此仇。姐姐。且慢！哎，你这老头，你想这位女子身犯何罪啊？此女子不服皇法，自然是有罪之人。那这位断气的青衣女子也犯了死罪，藐视官员，自寻死路，何况是她自己撞在剑上的，活该。啊！失民之命如草芥，对孱弱女子刀剑相加，于心何忍呐？大人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老头。啊，那又怎样？在下依令行事，违者先斩后奏。请问这又是依据大周的哪条法令啊？大人的号令。就是王法号令，妄图之上不可信口雌黄。我大周断无此法令，倘若滥杀无辜，必是自毁基业，罪孽深重啊！大人的军令，谁敢不从？你的即刻将他们推出去，若有不从，与犯人同罪，押出去。走，先生。救救他们啊！如此出关，必然送命啊！先生，救救我们！走！先生，救救我们！住手！哎，你这老头，你自找死路！上命可是要你们驱逐外人？废话！
可是有人命你们诛杀秦人，函谷关乃中原联秦之雄关要冲，这些秦国女子来到中原王土，理当礼遇。若无端杀之，秦王必会开罪于周王室。一旦惹起兵戈，谁能当起此责呀？是啊，有道理。有道理，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丹丹，老头儿挺好。这些女子的人头暂且记一下，并非是因为你求的情，乃是为我家大人，以免伤了秦国的和气。来啊，将这些女子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诺。走。小二，水。老张，我们客栈的马夫以前也是个庄户人，您的牛就交给他照料吧。哦，有劳了。先生，那我过会儿就去牵牛。那我这就给二位准备客房。店家，我家先生较轻，馆驿内人来人往，怕是太嘈杂了些，可否有清静些的客房？看先生气度非凡，像是从都城来的吧？我东面后山倒有一处闲静的宅子，竹树环绕，甚为幽静，先生一定满意。哦，多谢了。这是哪位啊？这位可是都城来的老旦先生。老朽便是。先生，吾虽为王子，天命不可测，半生徒劳，一朝梦灭，祸及万民，却仍不得法，怪天道如此，刀兵热血，终不得解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哥，看一下吧，新到的货。店家，可否借白简笔墨一用？好，小二，白简笔墨伺候。快给信使安排饭食。凡天下事，虚实相成。小到车辆器皿，大到天下国事，虚空乃是其实用之处。人身中那一点虚灵不昧，更是无穷妙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Thank you.
老丈客气了。嗯，这牛陪我走了许多路，仿佛也累了。老丈这牛真是头好牛啊，腿脚有力。我把它刷洗干净了，老丈在这住几日，它也算是休息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您让查的那位关外老者已经查清楚了。哦，他长得什么样了？听路边的百姓说，是位白发白须的老者。白发白须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大人，那是谁啊？好啊，是人终于到我函谷关来了。是他。他住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城东后山的宅子里。来人，备马更衣。诺。是人，是人。是人。函谷关官令迎喜叩见圣人，山神来迟，多有得罪呀。大人误会了，这里哪有什么圣人？哎，是人，前日我官紫气东来，料定定有圣人到我函谷关来呀，只是不知圣人如此打扮，险些错过呀。官令错认了，我乃种地农夫，不是什么圣人。哎，圣人。虽然本官曾未相见，但是我敢断定，您就是走长史的老丹。倘若不是，本官愿意挖出双眼。官令请起。我有一事相求，你若办到，我就是老丹。先生请讲。先前有几位秦地歌女将被逐出关外，兵士们说这是奉了官令大人之命行事，或许他们现在还在关押之中，若能还其自由，也算是积德行善吧。哦，竟有此事儿。林康大人，兴许是那些军士听错了命令，我这就去查。不必了，你速速前去，放出那几位姑娘，好生款待。诺。先生。官令请。请。把门打开。诺。官令大人有令，请各位姑娘可以回去休息了。若又要问罪，就免了，反正我们也不在这关内。绝非问罪，在下之前多有冒犯各位姑娘，还望各位姑娘海涵。官令大人特令我等请各位姑娘回城，再也不需出城了。老天有眼，终于保我们姐妹平安了。姑娘们，请吧。走，姐姐，我们走。走。先生。如今王子之间相互争夺，扰的是四邻不和呀。二先生辞官云游，实乃是明哲保身之举呀。一介农夫与朝不舍，
明哲，先生过谦了。先生通古博今，人人得知啊。要说当今的圣人，那非先生莫属啊。不为官，不传道，何为圣人？先生啊，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先来我观音府小住几日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静心修书啊。我已经派下人把那打扫干净了，明日你就可以搬过去。老朽闲散，不适合高堂雅舍，也无书可住，官吏费心了。那，哦，先生，您看需要什么杂物之类的，下官可以派人马上给你送来呀。老朽游方，无甚讲究。倒是官令大人戍守关中，辛苦了，不如早些回去歇着吧。也好也好，打扰了，那本官下次再来。外面寒凉，进来吧。小女叩谢先生救命之恩。无需多礼，起来，起来。姑娘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自幼没有见过父母，在官府为歌妓，没有名字。无名，万物之始也；有名，万物之母也。你就叫玄明吧。谢谢先生赐名。先生不仅救了我的性命，还赐我名字，对我恩重如山。小女该如何报答先生？无需报答。你是逃难来的吧？先生果然明察。小女的主人因为惹怒了王子而被全数抄斩，我就和几个姐妹拼死逃了出来，一路卖艺到关内。哦，你可识得字？小女识字，也能写字。哦，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啊，玄明，若无去处，就暂且住在这院中。老朽已老眼昏花，你替我抄写些字去。托先生的福，我那些姐妹已经在关内谋生了。如今先生肯收留我，便是再生之德。玄明愿为先生效犬马之劳。起来，起来啊！玄明啊，你虽出身卑微，但却心境至坚，不畏强权。玄明啊，难得呀。哦，这块玉乃是老朽心爱之物，哎，我把它赠给玄明了。不能，先生，这玉太贵重了，
我不敢收。哎，你品格如玉，配得上他的。你说的真的属实吗？句句属实，大人，小的听得真真切切。你们干的好事儿啊！我本来让你们针对关内风俗，是为了迎接圣人，现在倒好，不但惹得民怨，还让老旦先生误解。你说，我该如何向老旦先生解释啊？啊，大人，这老旦也太不给你颜面了，依在下之意，就将他逐出关外。胡扯！这么多年，我辞去爵位，辞去名禄，苦苦在这函谷关苦苦等了这么多年，不为了什么呀？啊，不就是为了等待圣人出现，求得大道真理吗？可是现在圣人就在眼前，可我却……我大人，那老旦让那个女子替他抄写字据，那之后必定会有言语相传，容在下仔细打探，您就会知道了。也只好如此了。不过这次，你们可不能再失去礼节啊。诺。等等，我来。谢谢玄冥姐姐。请问小哥，老丹先生可在？你什么事啊？在下林康，受官令大人之托，前来拜见先生。见先生有何事啊？啊，大人命尔等送来酒食与日用之物，还望先生笑纳。啊，先生。嗯。为何喧呐？哦，小的受大人之托，前来探望先生。嗯，哦，大人好意，老朽心领了。这些东西暂且收下。多谢。哎，先生，还有何事？先生大名如雷贯耳，小的崇敬之至，今特献宝物一件。还望先生笑纳。真是难得的宝物啊，在你是宝，与我何用？拿回去自己把玩吧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姑娘。哟，老伯，您来了。我来看看先生对寒舍是否满意。满意满意，先生呢可满意了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不打扰了，先生生活上有什么要求，请尽情吩咐。
老伯，您来的正好，先生说了，近来有人给他送信，您消息临便，若得到书信，请立即送来。另外，对信使也请好生招待。放心，请姑娘放心，我这就回客栈，信一到，我马上送来。谢谢老伯。不客气。大人。啊，刚才那女子跟你说些什么呀？没说什么。哦，大人，这老丹好像在等什么书信，近日信使就要进关了。信使？有书信就有回信，有回信就有言语，有言语就能看到老丹的大道之名的意。哎呀，可是怎么才能拿到老丹的书信呢？啊，这个大人放心，在下一定让您看到老丹的亲笔手书。这谈何容易呀！我们总不能去老丹手里去抢吧？这也太失礼节了吧！哎，大人，你可舍得用一样东西去换？只要能得到老丹的大道真迹，别说是东西，本官的性命都舍得。好，大人，就请您将珍藏的琴借来一用。琴？就这么走了？嫣儿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吧！啊！姑娘，先生不在，你出去吧。啊，在下并非找先生。姑娘，可否容在下说几句话？找我有什么事？这个还请您打开。这是。您打开。那日姑娘受了惊吓，还有几个无知的士兵毁坏了你的琴。官令大人得知此事，后悔之至，故特令小的将他珍藏之琴送与姑娘。他人之物，我不能收。他人也好，自己也罢，这毕竟是大人的一番心意啊！啊，明晚大人有请老丹先生与姑娘一同赴宴。在下素知姑娘精通音律，届时还请姑娘献上一曲，告辞。姑娘，你敢见吗？你看一下，我这都是上等宝剑啊！有短剑吗？有。
用这玉环。姑娘，我活大半辈子也见过些物件，这玉佩可是上古传世之物啊。老丈，既然出手，毫无悔意。好，我给你拿一把好剑。姑娘，你看这把怎么样？姑娘，这把剑我说不好出于何事，但是非常锋利，凡肉体之躯戳刺即透，伤口难以愈合，仿佛你要换的剑有点不配，你还换吗？就这么走了？小敏啊，先生，小敏啊！哎，先生。口渴，倒碗水。先生，碗里有水。叫你倒。碗里的水是满的，再倒就漫出来了。倒。哟。哎呀呀呀呀！小明，这碗里可多装水了吗？没有。碗如人心，装满人便容不下恨。若虚怀无物，连天下也装下了。玄明记下了。仰慕先生已久啊，只因函谷关离都城太远，不能相见，实为遗憾啊。乃至今日喜从天降，函谷关迎来圣人，实乃我等幸事啊！啊！前日手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因此，今天本官略备薄酒，以表歉意，请先生干了这一杯。哎呀，老朽愧受厚爱，
可惜平生不爱饮酒，只喝清水。不会吧？就是。先生，您这样似乎太不给我家主公面子了吧？天地万物，道为大。你若是有礼数，何不多敬你们家大人几杯才是正理啊？你，哎，休得无礼！来人，取点水来。啊，对，有喝水。怎么？他怎么？先生，那本官就陪你共同饮水。嗯，哎。诸位，那本官就以水代酒，共同敬圣人一杯。来，请，请，请，好。来。先生啊，这函谷关不比都城啊，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还望先生海涵呐！啊，老朽不才，何来许多讲究？官令费心喽。哎呀，先生在朝为官，博学多才，可为何没有弟子学生相传呐？老朽碌碌无为，无以传道。哎，先生过谦了，先生的才学世人皆知啊，尹喜更是仰慕已久啊。哎，不知尹喜可否有缘做先生的弟子呢？官令错爱，老朽平生无为，不为官，不图志。哎，这府内空空，官令若是体恤老朽，还是尽早尝尝这盘中的美味吧。也好也好，先生请。好，诸位请，请请请。啊，先生，小的知您颇通音律，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曲，请您品鉴。王大人，先前未曾见过如此之美的女子，这女子长得真漂亮。哎呀，是啊是啊。虽然有人，但终使人丧志。琴声虽然优美，却似有一丝不纯不和之意。啊啊！这……啊，先生，看来此曲不合您的心意，这琴也非顺手。容在下替您换一曲，如何？哎，
大人处心积虑，却断了弦，扰了心，何必呢？你，哎，休得无礼！这点事你都办不好。哦，老丹已尽雅兴，先行告辞。先生，先生，大人，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都给我下去！大人。成事不足，败事就一运。滚！诺。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玉峰，我要你替我做件事儿。有事儿您尽管吩咐。那进了关的老丹，我要他再也出不了关。您是要？就在今晚。大人，可这官令对这老丹……玉凤，三年前你杀人越货，犯了命案，是我容留了你，才有你今日的逍遥自在。大人的恩情，我玉凤铭记于心。今日便是你知恩图报之时。您说动手，我便动手，绝不含糊。麻利点。诺。天凉了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天凉了，变天了。哎呀，老丹先生穿的那么单薄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去取得新的衣服来。诺。哎呀呀，辛劳辛劳！哎，先生来了。哎，多日来麻烦你照顾老牛，老朽谢过了。哎呀哎呀，先生这是哪里话？嗯，分内之事，谢我啥呀？哎，这是官令大人的好酒，老夫从来不饮酒。哦，今晚让玄明做了几个小菜。老夫请你饮几杯。好，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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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对先生下如此毒手，快快受死！且慢，由他去吧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老大人是我的尊师，是我的贵客，此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是，大人说的是。我教你们整顿关内的风俗，不但没有任何的起色，反而关内更加的凌乱了。大人，您这说哪的话？关内现在确实清静了许久。哦，大人，近来天气干燥，您就不要大动肝火了。你不用再说了。这件事情由你亲自去查，另外，速速派人守住医馆，保护老丹的安全。如果这次再出什么差错，拿你试问。诺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大人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告退。谁？我。大人，小人真的不知道。我都知道。大人，你就再给小人一次机会吧。小人知错了，大人。好了，我知道你。办事都一下混了搞，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关宁大人，可是我的那把剑呢？剑，二位辛苦了。大人哪里话，让您受惊了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这里不需要护卫。这，劳烦你将他交给关令大人。姐姐，这汤要凉了，你喝了吧。玄明，先生啊。哦，别动，别动。先生，哎，伤势如何？郎中的药见效吧？只是皮肉之伤，并无大碍。哦，好。嗯，先生，啊，是玄明不好，对不住先生。你替老朽挡了一剑，我反倒欠了你的。善人善己，好自为之。啊，嗯，大人，
大人，不是派你们去老丹处值守吗？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大人，老丹先生把我们赶了回来，他不让我们在那里值守了，还让属下把这个交给你。打开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 恬淡为上，把剑给我。林康，果然是你，坏我大事啊！来人，立刻把林康打入死牢。诺。 散碎银两来，送给林康。你告诉他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好自为之。大人，另外，你让他即刻离开函谷关，我永远不想再见他。诺。 应袭，愿拜先生为师，尊师守规，潜心修学，以求大道。先生，天下之大，大不过九州之滨，天命之不可测。 则身如大海鸿运，虽为王子，也未能窥探一般。想来人如蝼蚁，徒存虚妄之念，却只落得一生凋零。殿下。 官令大人，他先生，您还能否原谅他？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弗得已。圣人去甚去奢去泰。
先生，银喜仰慕先生已久，而此次先生来到函谷关，务必能亲临先生教诲，实为幸事。先生不知啊，如今天下诸国盛传先生言语，均称是先生的真言，其中不乏矛盾之处啊，所以还望先生在此为天下多留几句祝颂，以堪谬误。先生，请告知官令，带笔墨来。诺。大人，别急，进吧，进，进吧，进吧，进吧。哎，卖草鞋啦！天地万物之极，至静至虚，人心之七情滋旺，忘本逐末。宇宙万物纷繁杂复，但终究也会归于此样的本初。若追逐名利，必然流于欲海，迷于幻妄。官令正值壮年，应当有机会为天下人效力。老夫有几言相赠。先生教诲，弟子将铭记心中。只是不希望先生收我为弟子，否则我将终生遗憾呐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无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其鬼不神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以道弃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。非其神不伤民，圣人亦不伤民。夫两不相伤，故得交归焉。先生，您言善善如水，可是人若如水一般，岂不散落无形，失了魂魄吗？地无人推而自行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，自然而然，顺天应人。上善若水，水柔若无形，却净污垢洗焦土，一泻千里，从不争上，谓之德性啊。可学生依然以为，治理天下应怀仁者之心，如大山一般，方可定夺乾坤。如果如水一般的柔弱，那岂不是水柔顺而处下，绵绵不绝，却能攻坚克坚，莫之能胜。智慧之人能因势利导而不迂滞，这是不是也是水的德行啊？殿下为社稷筹谋，
实为人君，为权宜筹谋，则是大局。殿下若存义，为天下。先生，天若连舟，为何我心中如此纷扰杂乱？两鬓斑白，夜不能寐，万物安在，却没有我容身之地。宏图抱负，却已心死。进来，还有心事入关？没有，要有一定会知会先生的。敢问先生是何人，让先生如此牵挂呀？老夫的一个故人吧。等等，这玉好生收着。琴声仿佛已悦耳了许多。先生，我刚把这琴弦调好，也不知。这琴声听来有善意，已不似先前喽。其实玄明一直想为先生再奏一曲，可是这音色大不如从前了。不知先生可有雅兴？大道真理，音物顺物。世间万物千姿百态，真理却如无为无造一般。天道运行四时程序，这规律一清二楚，却一言不发，万物皆如此。姑娘的琴声，与老朽心中自是奏完一曲喽。先生，大人可是在观我抚琴？是啊。先生抚琴不看舞者，闭目抚琴，却能使琴声和舞者二者合一。这是为何呀？天地大道浑然一气，修为之人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。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贱，不可得而贵。
故为天下贵。先生，刚才你的言语，学生我已经全部记录下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字字珠玑。先生以为，这些言语如果不被世人所吟诵，实为憾事啊。先生，可否有学生传于各邦，让他们参言体悟，成为治国之箴言呐？老朽之言只是一己之体悟，尚多不完善之处。通篇阐释道德二义，阴阳和合，无极动而生太极，太极静而归无极，天下万物不离其宗，终究归于虚。你能体会几分，也算我的知己。这书简，或流或弃，但求存于人心。书简就先交玄冥保存吧。你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吗？你来了。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在此留住多日，该是时候出关了吧？这，先生，你这是为何呀？您不是说已经抛去一切人间的凡事儿？为何不多住几日呢？况且弟子我……我知你好意，只是时至今日，老朽仍有一些道理没有参透，出关西行，想再体悟一番。可是……哎，我觉得你已悟出了一些东西，你看，已经不会惊吓到鱼喽。姐姐，我随先生不日就要离开了，要往何处去？还是西去，兴许是姐姐的家乡了。是呀，可是天下之大，却无安身之处。姐姐，倒不如你随我们一起走吧。先生你解我心结，便是再生之德，我又怎能拖累先生呢？姐姐。姐姐，这些竹简送往何处呀？先生没有明示，我那些姐妹都各奔东西了，我就随他们而去吧。先生的住宿也就随我往他乡去。这样啊，那……先生，先生。
大人。好，先生，您将所问物传与尹喜大人，此后还会见面吗？人生且长且短，可见可不见。因喜有所悟，自然给予天下。若有缘，必相见。姑娘，先生可否走了？走了。也没能给先生道个别呀。先生说您还有书简要交给我。对，就在我府中，我会派人给姑娘送去的。先生可否说，这书简留着何用啊？没有。那他有什么嘱咐我吗？未曾。不知将来可否有缘再给先生见上一面呢？民女先告退。大人，既然你这么牵挂先生，为何不随先生西去呢？西去。对呀。王大人，这官令大人找我们来，究竟有何事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王大人，官令大人何时才能回来？叫我们来究竟是何事？不知道。大人。哎，大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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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昭，去拿笔墨，拿竹简来。这是我写给朝廷的推荐书，你把它收好。大人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函谷关，我就拜托王大人您了。这，各位大人，尹喜以往有什么得罪之处，今日在这儿，我向各位赔礼了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尹喜我寻觅半生，今日终得大道真谛，今日我就要随师父而去了，在这里尹喜向各位拜别了。大人，大人呐，大人，请起，请起，尹喜我去了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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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。尹喜拜老子为师，后辞官随老子西游，此后
潜心研读《道德经》，之后视其玄理，著有《观音子九篇》，高深博大，深得历代文人所崇拜。中国古代哲学名著《道德经》是由他承传并推广于世，尹喜也被后人尊为中国古代的先贤名士。先生，你看，月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。是啊，日月轮回各有其用。白天，太阳照耀万物生长，月亮可以给我们照路啊。先生，您一会儿夜累人了，我们回去歇息吧。好。喂。先生。那边有很多人。什么人？休得无礼，跪下。殿下。先生。殿下。先生。真没想到能在此地见到殿下。兵败后暂且躲避于此。先生，先生别来无恙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殿下漂泊许久，受苦了。我本意顺应天道，却屡遭坎坷失败，这是为何？先生教我。殿下如今仍然是满腔怨愤，耿耿于怀呀。为争权夺位之私欲，不仅祸及自己，更使天下动荡，百姓颠沛流离。殿下良心何安呐？我君为王权，与天下苍生性命孰轻孰重，如今殿下该是取舍了。先生所言，我明白了。我自出宫以来，便是天下罪人。李先生所讲之大道，仿佛越发遥远了。罪，莫大于可欲；祸，莫大于贪心；咎，莫大于欲得。欲望越大，痛苦越深。权力之欲害了殿下呀。先生说得好啊，听了先生的话，好似无为，却又再以王道，痛快，痛快呀！先生，先生出关是要去往哪里啊？云游天下，不知所终。两天了，先生到此，莫非是观赏风景来了？不，我在等一个人。
等人？先生，出关的都赶早往西去了，这回还哪有人啊？自然是有缘人。有缘人。听，来了。老子离开函谷关云游西去，他在函谷关撰写完成并由官令尹喜沿袭传承的，正是世界哲学史和文化史上光耀千古的伟大著作《道德经》。这部著作对人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老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，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崇。